这个的这个的音质就差好多、哦。对啊，对啊，对啊。还是你们要试试 Battle.net？ 刚刚有说 Battle.net 可以喷花，可以吗？我 Battle.net 最近会一直跳那个 Battle.net Helper 崩溃、崩溃。我跟你讲 Battle.net 不要好了，最近那个也是有点问题啊。就是我的朋友那种已经、明明就已经关机了，但是他 Battle.net 还在线上，就显示他玩了11天这样子。上次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说，那个 BAMOW 是八毛吗？然后他就显示就是八分钟前在线，他就问我那是八毛吗？然后我就看一下我的 Battle.net， 然后我就看到这边的八毛是两个月前上线，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这边不一样、欸，你那个应该是假的吧？结果好像是真的、欸，就是他。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讨论很久，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不会是被封锁了吧？我跟他的后面的 hashtag 后面的东西是一样的，好像是 bug 啦 ，bug 啦。好啦，不然我把你加为自由好不好？可以吗？加为自由。哎、欸，还有 RC 跟聊聊啊，都没装、啊。RC 我删掉了、欸。阿毛，你半夜要不要去看电影？啊，不然我们等一下约出来聊聊吗？好嘞。干嘛要干嘛？不是吗？敢出来讲啊！敢出来讲啊！妈的，现场谈啊！我说爸爸，你要不要跟我去看电影？他们说我被忽略了。可是你才忽略我，你要先补偿我一次。为什么？你要先称，什么时候？你要先称赞我一次。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称赞你、啊？因为我明明就有答对，我说你的嘴唇。哦天哪，真的哎，好棒哦！好，那我要看电影。我要看电影。因为我今天买了一支唇膏，我很高兴，然后我就涂了之后，然后就拍一张照片，然后跟爸爸说哪里不一样。然后过两个小时之后，爸爸回。嘴唇太久了啦，他这两个小时一直在想吗？哪有，他这两个小时已经上雅虎奇摩知识家去问别人了。那时候在煮晚餐啊。没有啊，今天晚餐我才是主厨不是吗？你一直在旁边靠腰而已啊。啊，你他妈的就叫我站在旁边，我不是站在旁边，我就没办法用电脑啊，所以是我的错。啊，不管的，这是你的错啊。你看，快点，小六你也要称赞我一次。哇，快点，副厨做好多事情哦。好，那我要看电影。你们是要看什么啊？不是，因为我要把这两张兑换券用掉啊，现在又可以讲了，我又有动力讲了。那个四月清明节那个连假，就是油条上来台北，然后我们本来要一起去看 C8763， 因为它已经快下片，所以只剩一个电影院有，而且是一天只有早上9:20这一场，然后连假结束就没有了。然后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在可以订票的那一天的晚上12点我就订了。然后我们总共有5个人要去看，可是呢，因为我手上有两张团体兑换券，我想说我很少看电影嘛，干脆把它用掉好了，所以我就分了两个订单订，一个订单就是用两张兑换券去换的，而另外3张票就是另外一个订单。结果呢，那天早上，因为前一天晚上我们才去看《神之行》，然后我们在国宾长春看的，然后隔天早上我们在另外一个影城看，然后后来我早上的时候我就神志不清，我就跟司机说我要去国宾长春，结果就去错戏院了，你们知道吗？我跟老王一下车就奇怪为什么电影院没开啊，然后我就说干，不是这里完蛋了，来不及完蛋了，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在这里要先跟所有对批评服务业反感的人哈，先来帮你们注射一下预防针，来，大家手臂伸出来。哎、欸，请打。知道自己走错戏院很蠢，好不好？这个是我的错。我也知道连假超辛苦的，但是我接下来要讲的事情，我真的要稍微抱怨一下。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小六说，我去错戏院了，然后我就把序号贴给他说，你们要赶去取票，30分钟前要取票，不然会被取消这样。结果我们坐计程车从国民长春到那个戏院的时候，小六他们还在排电梯，更废物。然后我就说白痴啊，我旁边有一个那个另外一个通道可以上去，我说赶快跟我过来。那个时候已经51分了，我知道自己已经不妙，一定会被退票，一定会被取消这样子。然后他们走过来的时候还不小心惊动了后面几个看起来一脸心爆的人。一脸心爆的国中生。就到了网络取票那一排也要排队，所以又花了5分钟排队，那时候已经55分，等到排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是9:00，我知道没希望了，然后就赶快跑，就是换到我就赶快跑过去那个柜台前面，我就说小姐不好意思，我们要对票这样。因为我有听到上一个窗口的人他跟那个人说，来，这是你的那个刀剑神域的票哦，然后我就想说，那是不是还可以取票，是不是还有希望，那我就等，我就拿那个序号出来说，小姐我要换票这样。就他拿到之后就会一脸臭脸说，你们这票都已经被释出了啊，就已经被取消了啊，就没有办法了。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我知道，可是我们在楼下排很久。然后他就说，那我现在赶快帮你订好不好，然后就是要分开坐这样。然后我就说好，而且前提是那个女生脸真的很臭，是不是小刘？我没有乱说吧，超
就是在楼下就闻到了，不高兴一直说，就很不高兴，他一直说我们就是被取消了这样子，然后帮我们订票，然后我也想说就是自己的错嘛，然后我就说好好谢谢麻烦你了。结果我们去楼上要去拿爆米花那些的，然后那个时候是九点，我记得两三分吧，然后我们就排排排，然后排到二十分还是拿不到东西，想说算了先去看电影好了。结果二十分走到那个厅，就是比方十厅到十厅，他就说哎神之行哦，然后我们就说不好意思，我们是要看刀剑神域。他说可是你们画的位置是神之行的，然后我就很不爽，就跟旁边人说我们是订刀剑神域的、欸、然后我还拿那个预购的就是那个订票的代码说你看我们是订刀剑神域，然后他就请经理出来，然后经理说对不起，那个就是他帮你画错位置了，然后刀剑神域这一场已经全满的，没有刀剑神域了这样。然后我就说可是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啊，我说我们票被取消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可是现场帮我们订票然后订错，然后现在没有位置可以坐了，这个我真的是。然后他就说那就只能帮你退票，然后我手上那两张团体对完全是没有期限的，但是他说但是因为团体票不能退，所以我只能帮你退一张免费兑换券，然后他平常哦只能够使用一个月，但是这是因为是我们舒适，所以我帮你加三个月，我可以用到7月3号。好像是有赚，其实根本没有哎、欸，完全亏爆。然后我就很伤心，后来就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们也想说，好啦，自己也有错就算了。然后我走到一楼，然后他们在那边抽烟，然后我想说，我不可能就是没有付钱，我就想说不可能，然后我就去查我的那个信用卡记录，就那三张票我已经付钱了，我那个时候是在线上订的时候我就已经付钱了，然后我就赶快跑上去说对不起，可以请你们经理出来吗？然后他出来，然后我就说那个先生不好意思，这三张票我在订的时候我已经付钱，所以其实是不会取消的，对不对？然后说对，然后我说所以现在刀剑神域在播那三。那个位置其实是空的，对不对？因为那三张票是我的。然后他就说这个，然后我就说，然后你刚刚就跟我说还有一个位置，因为他说对不起整场满了只剩一个位置这样，所以代表还没有坐满。我说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如果刚刚画对其实我们是有机会进去看的，对不对？然后他说他就说不好意思，那这样好不好小姐，不好意思，不然这样，那个你我帮你退票，然后本来要收手续费的我们这边就不跟你收手续费了，超靠北。好像超划算一样。超靠北。可是当初在订票的时候就已经付手续费了、啊、不是你订票收手续费，可是你退票你还要再收20块啊，但是他现在就是说我不跟你收这20块，我就说可是因为我很孬，我就说好没问题，帮我就说这样他应该赔偿我们怎么办，然后我就说不然你说啊，然后他就说还是算的啊，回家好了。一群都孬，没有人敢说什么。我就想说干怎么样也要招待我们一桶爆米花、啊、我就说你乞丐哦，算了啦、啊、我说干就算没有爆米花好歹也给我们一只吉拿棒嘛。然后我就说可恶，刚刚就应该要坚持下来，然后把餐饮全部换完。对啊，而且然后餐也没换到。对啊，不然这些爆米花就请你们吃好了，至少还有爆米花可以拿。然后兑换券还被换成免费电影兑换券，只能用到7月3号。然后团体券旁边原本的餐饮优惠已经不见了，好惨哦！重点是还没有新报可以看，真的没错。而且油条版是很期待的上来跟我们一起看的，真的。因为我们没看到，他那个时候一直跟我说，那个我们等一下一定会好好说一说那个电影。我就说那跟我无关啊，我说你要不要骂他都无所谓，我觉得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是没看到啊，你骂不骂他有什么关系？对啊、我就觉得说你骂他也没有用啊。你干嘛骂他啊，而且他廉价也很可怜的，而且你骂他我也不会因此感到痛快啊。我说那跟我没有关系，你要不要骂他跟我没关系啊。我们原本在下面老王说还要再上去退票的时候，就第二次要退票之前我还讲说干我一定要跟他要热狗吃到饱，结果上去有一句话不敢讲。对啊，他一句话都没说。一句话都没讲，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上去只能这样子，哦，好好好好，好 ，OK OK， 好没关系啊，没关系，知道，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哦，好，没关系，好，拜拜。本来我跟爸爸去看 4DX 的，本来可以闻到阿斯纳的味道的，闻不到了，白痴。但结果最后不止连味道没闻到，连他的身形都看不到。没有啦，不用跟我们道歉啦，没有啦，不是你的问题啦，我们自己也有错啊。怎么道歉？他说他是微秀的员工代替那个跟我们道歉，没有啦，又不是，那是个人问题。只是要抱怨。跟公司没有关系吧？没有，我觉得难免啊，尤其是廉价那么多人，员工也不是故意的啊，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大家都不是故意的，这就是一个很衰的事情啊，就分享一下，也没有在怪什么事，就这样子而已啊。有，唯一怪的事情就只有团购券被换成了三个月期限的使用券，而且旁边本来有爆米花加热狗加饮料150块的优惠券也没用，没有了，没了，我想吃热狗，伤心。所以帮忙礼拜一要跟我去看电影吗？好啊，而且你刚刚不小心把电影院讲出来了。那是因为他说他是金赞微秀，不是他不是，我连金赞都讲出来了。哦，我刚刚说、那是他说他是微秀员工啊，我说你不用代替整个电影的产业跟我道歉啊，对不对？也不是你们家嘛。
看来不及了。哦，在金站的华纳维修，哦，在金站的维修里面，有一个把你五险期的票推成三个月的票的经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大家很客气啊，好不好？大家不要那个做点什么之类的恐怖。